三十二相里面的第三个叫长指相，指牵长，啊，指牵长就指头很长哈，很细，就是很均匀匀称。指长指相，即两手两足皆牵长端直之相，系由恭敬礼拜诸师长，破除骄慢心所感得之相，表寿命长远，令众生爱要皈依之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指头啊，当然这跟遗传基因有关系，但是也会跟你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家也是有关系啊。那这个我们有差不多两种取向，有这种 everyday 的啦，还有的是牵长的。就是说佛教在讲说他的这个人修为圆满的话，他全身是不见骨，没有那骨骨的那牙牙，这样子就是哪个地方越修为的时候越饱满，那饱满相，那不会枯瘦如柴，那这个手指头它是直直的，很牵长。我们就看观世音菩萨的，楼下有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说他指头是均匀而长，不会见得紧绷紧绷紧绷这样子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恭敬礼拜诸师长，这个不容易耶，这不容易。虽然我们看这个恭敬礼拜诸师长，你现在如果再回去看你的幼稚园老师跟小学老师，如果你是博士毕业了，好几个在社会有地位，可是你的小学老师，那你的幼稚园老师，国中老师，你再跟他聊聊天，你会发现啊，还是那些，还是这个水平。那我已经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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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水平，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不会真的还恭敬礼拜？这个就是世尊他教导我们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人在成长之后，你原来是低的啊，你往上看，这是自己的老师，你就会恭敬他。但慢慢的呢，他停留在原来的位置，那他一直是在教学这些孩子。他今天不需要用大学的理论来教幼稚园跟教小学啊，啊那个美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在这个过程当时对于你就是最好的老师。那你心中在自己成长之后会不会骄慢鄙夷？会不会？如果你会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这上面已经有计较分别。你应该是知道众生有众生万相哦，众生 万象适合这样的就适合这样，他在这里面他的真诚，他的善良，他的好，对这些小孩子就是最好完全100分的，他就是我曾经在那个环境之下，他就是我的恩师。纵使我现在45岁50岁去看到我70岁80岁的以前的老师，然后他得了老人痴呆症，我们能不能回到最原始单纯他当时给我的恩惠，那当时的恭敬心，他曾经是我的师啊，那么恭敬礼拜，那个师永远是在的，一日为师啊，终身为父，对不对？这个恭敬心在不在？有时候你真的会很讶异的哈，我以前觉得我们的老师很棒，现在怎么觉得也是这样而已啊。有的人几年的同学会之后就不再回去了，你可能学识啊各方面都比较高很多，然后他还是窝在他那个位置好好的教学生，然后说一句有状元学生无状元老师啊，是不是？你教你的学生他可能当状元，可是你是他原来的老师，你就不可能当状元。难道这个状元一人之下，然后这老师不值得你的恭敬礼拜吗？可是世尊办得到，他意思说所有的这些他都礼拜诸师，自己的恩师啊，这里面有好多的故事哦，这随便举一下，就说世尊以前还有拜外道，因为他想要得半个偈子，谁能够告诉我真实人生的道理。世尊当时那一世是个国王，他就想要了解
因为国王几乎什么知识都可以知道了嘛，大家都可以那告诉他，只要他要的话。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是没有办法满足，没有办法满足他想要了解人生真实的道理是什么。于是就有一个阿斯陀仙人，就一个仙人，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，这个是以前啊，以前啊，我的师父啊，就我曾经有读过一部经叫什么经啊，里面啊这个道理啊，不过呢你要来给我拆看了对吧，你要来恭敬供养奉养于我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世尊就说好，他为了要得这个道理，他就把王位啊就给别人做，然后自己就去城市供养这个阿斯陀仙人啊，那为他煮饭啊、洗衣啊等等等等啊，采果子啊、服劳役啊，甚至于身体让他当床坐，当椅子坐啊，趴掉啊，好一顶头安尼得掉了啊。那到这个城市供养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这个仙人才为他说半句偈，才为他说他想得到的这个偈子。那这个时候他依然恭敬礼拜。这个上面就是你要看到，你生命只要有透过这个师长能够给予你教导，那么你心中对于你所认知学习的这一个东西，你要知道它就是你生命里面改变了一个善因缘，你要一直长存这样。所以人家说啊，给予人家恩惠啊，要赶快忘记人家给我们的恩惠啊，叫长存于心。当然这长存于心并不是挂碍啦，而是说你要知道众生恩呢，要知道众生恩。那世尊为什么会感得这样长指状，就是因为他恭敬礼拜诸师长。我不会说小时候给你嘎嘎嘎嘎，等到你大了回去看你的老师，哦，老学就一个，原来哦，他还有一些私生活不检点，原来他还有怎么样，于是就打翻了你对他的恭敬。那这个是娇慢心，你要知道他跟你的关系当时就是那么单纯的单纯。我记得有一个有一个大学生，他说啊，我们教授实在是太伟大了，我们非常的喜欢他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教授。哦，他开始上课的时候，哦，听得如痴如醉。后来呢，大家就跟这个教授吃饭。那这教授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不在课堂上，就不再谈那些专业涵养的东西，也不再谈那些哲理，就讲到一些生活的小点滴啊、习惯啊等等等等。他回来之后就，欢呼了，他就开始说，啊，欢呼一个。因为他原来他喜欢吃什么的，他原来怎么样，还有一些小小的所谓言行举止不当之处，然后就开始起了很多批判。然后上课的时候之后啊，上课的时候看你讲你的，这是你的专业，你的人格哈，他就不能起恭敬心，不能起恭敬心。所以佛在讲说，我们对于能够指导我们的师，你要一直长存，你真的能恭敬礼拜，你拜得下去吗？你拜得下去吗？另外呢，就是众生如果他是所谓有一些错谬的价值观、思想跟言行举止，但是这是他自己该修持的那个部分，他所给予你的这个部分，他就是我的师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该修持的那个部分是要还给他、保留给他，那你要尊重他的佛性。这个另外一部经里面呢，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讲常不清菩萨，常不清菩萨他就看到众生了，他说发菩萨，他看到菩萨，不管他是在家人、出家人，是比丘、比丘尼，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是沙弥、沙弥尼，是任何的外道，只要他是发菩萨心，他有菩萨的心念，有菩萨心，他就会跟他礼拜。他说我不敢轻视于你、轻忽于你，因为你终将成佛，你一定会成佛，因为他是菩萨种，所以他就会礼拜这些人。这常不清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些
老师们他能够有这样的心量，有这样的内涵来教导于我们，他的心基本上不是很自私的咯，对不对？那他，我们应该恭敬礼拜于他给我的这个部分，我的心是干净单纯的。那对于他私人的行为的这些部分是保留给他的，那我要尊重于他的佛性，所以他终究还是值得我恭敬礼拜的，这样子才破除自己的骄慢心。所以寿命长远，任众生爱要皈依啊，这是佛最后的感得。读这个也蛮有趣的哈、哦。好，三十二相原来是这样来的。第四，足根广平相，又做足根圆满相。这个地方是讲足种圆满广平，系由持戒闻法、勤修行业而得之相，表化意境，未来际一切众生之德。足根就是靠地啦，足根啊，有的人那个足根呢，它皲裂有没有？有的人就是他整卡皱残的哦，就足根就是会比较粗糙的样子。这倒不讲到说什么粗糙不粗糙、皲裂不皲裂，其实在讲说他的相状很扎实圆满，看起来就是很好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因为他过去生过去世有持戒跟听经闻法，还有真实的这样去修行。啊，化意境未来际一切众生之德，表示呢世尊已经具备这个德，这个内德是有的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，有没有真的这样去做，世尊都圆满了。所以他这个足根广平，不然呢看来呢很枯瘦，或是很看起来很粗糙这样子。第五叫手足指慢往向，这个意思是讲哈，即手足一指尖皆有慢往交互联络之纹样，如燕王如燕王张指则现，不张则不现。此相乃由修四摄法摄持众生而有，能出没自在无碍，表离烦恼恶业，至无为彼岸之德。这个手足指慢就是说，咱这人张开的时候，这不是有一块，这一块，那这个地方它有指慢，它的纹路很整齐，很美。那比如像燕王，它张开的时候，它们有蹼啊，禽兽禽的话，是不是有蹼？叫 gatchde 嘛，魔、哦、那世尊当然他不是动物啊，只是在讲说，我们看那个禽的话，他们这上面都有纹路啊，那我们凡夫是没有的，我们凡夫是没有的。那世尊是这个纹路啊、哦，这个有指慢王相，这是非常特殊的，意思是他真的有用办法来摄受众生，来度化众生。四摄法是菩萨要摄化众生的基本四个重点，布施、爱语、同事跟力行，都有真实这样去摄持众生感得的这样子。那这个讲到这里就好，反正我们了解原来每一个特殊的相状都是有其实修而来的。第六叫手足柔软相，那这手足柔软一听就知道嘛，气完呢嫩嫩无霸嘛、哦、对不对、哦、这个即手足即柔软，如细节颇摧之象，就是很细很细的那种动物的毛啊，或是像植物的那种很软的兜罗棉啊，系、哦、以上妙饮食依据供养师长，或于父母师长病时亲手为其侍习等奉侍供养而感得之相，表佛以慈悲柔软之手摄取亲疏之德。这个地方有亲跟疏呢，我们为什么会感得手足柔软相？我们现在凡夫的气候都在那样逼逼呀，不吧不吧，对不对？有的胖一点也不一定手会有肉啊，有的人没有那么胖，脚是很有肉的，手也很有肉的。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没有那么柔软，也没有那么饱满。那世尊会有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用上庙的饮食跟衣具、衣服啊，所有器皿来供养师长。在过去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缴学费啊，统一交给谁？统一交给政府，政府再发薪水给自己的教师。现在是统一管理。在过去的教学不是这个样子，在孔子的时候啊，孔子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学费是什么呢？他们叫什么？束修，他名字叫束修嘛，是比如肉干，肉干几斤，布几匹，这样子。然后学生呢是要去老师那边家住的，有的是要住一起的，有的是到私塾来上课。那有的教师是被请到这个有钱的这个家庭里去当私塾的老师，然后附近的小朋友一起招来，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这里面是生活在一起的，生活在一起。所以世尊过去在学习的时候，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啊，他是一个国王，他要上庙饮食啊，依据供养他的师长。世尊呢过去就是这样。那对于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，亲手哦，这个地方讲亲手啊，自己真实的这样去做，为其拭洗，帮他擦，帮他洗，那真正供养他，这个我们办得到吗？我们不要说师长反正瞪来了瞪来，引导引导待机，你不会跑到老师家里去做这些事。那父母呢？那恰恰外劳好也用啊，那个紧，对不对？那过去哦，过去对于父母是真的在这所谓道德上面的修为啊，就是说《论语》啊、《孟子》啊等等这些都有教。夏天热的时候要帮父母亲把床扇凉，对不对？床扇凉。冬天呢，冷的时候要帮父母亲把被子给暖了。先给他暖了，不是你一觉呜呼就睡着了，就暖一暖，再请父母，就是在进来来，不用感受到那种寒冷的象征。那比如像这些呢，都是真的要自己真实的去操作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我就听说过有个故事，有一个小孙女儿，她很听话，有好几个孙女儿啊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孙女儿，那个阿公啊，阿公老了嘛，腰酸背疼啊，某某某啊，这小孙女来给阿公啊呢捶一捶啊，这个小孙女啊就给阿公拉腿拉捏啊，阿姐就说阿公好未啦，我手就酸啦，就这样，阿公好未啦，好未啦，啊不就说我有代志啊吼，赶紧来对，紧走。啊，其中还有一个小孙女儿，好，每次啊，她就来给阿公安尼拉雷啊，拉腿啊，手足酸都唔敢休困呢，阿妈唔敢嗨呢，啊，这阿公嘛享受在其中，忘了告诉他，他就继续捶，然后就嘿，阿公说啊，好啊啦，你啊，甲阿公抓连足久啊，好啊，啊，伊才敢放掉，这就不一样啦，啊，答案就是一个是凡夫，一个他会修忍辱啊。他有恭敬心啊，他孝养父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今麦人哦，你都会听，我找你来经历。那当然呢，有的是有必要，可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要帮长辈捶背的，我们小时候是要帮长辈捶背的，然后长辈说啊，这较大了嘞，嘿，啊，这较细了嘞，嘿，啊，安怎，你还要去感受到他的感受，不能够偏差了。那现在你敢不敢叫你孩子给你捶？现在好像没有这一招了，现在没有。可是以前的年代真的是这样，所以世尊在讲过去，他是这样做的。父母师长病的时候亲手哦，啊，现在呢，有我给你吃，啊，吃了，啊，怎样？你哪个喊的时候，啊，就吃了，不然要怎样？内心那种不耐烦啊，怎么会有那种恭敬心呢？你内心真的会有不耐烦的感觉啊，说嗨嗨嗨，啊，就听啊听啊听啊，这鸡听啊吃啊，先啊吃啊那吃啊，啊没到他老都不知道，病了的时候才知道说父母养育之恩啊，
小的时候怎么对待我们呢？啊，你要一个哇，一个哭，他就开始加干渣，加干渣，就生怕你是肚子痛啦，尿不湿啦，发烧啊等等的。可是自己对父母真正那种，还不用讲病啊，平常的时候那个心在不在？病的时候是怎么能够亲手去做吗？真的能亲手去做吗？世尊能感得，当然难怪他有手足柔软，因为他有慈悲柔软之手啊，来摄取亲疏之德。那第七啊，足夫高满相啊，足夫高满相就是足背高起圆满之相，乃佛于因为修福勇猛精进感得之相，表利益众生大悲无上之内德。足夫高满相，足夫就是那些卡皮梁呢，就我们是脚这样，好对不对？就是前面的这一块，那这个很饱满啊，很饱满，然后比众生高一点啊。有的人的脚安尼足扁的，足薄，足薄的啊。然后这个佛呢，就是足夫高满，这个有肉。那因为呢，他因为修福啊，他在当菩萨道的时候，他真的善良，该做的事情都真的去做，勇猛精进啊，能够利益众生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以一般以一般大众的生活，我们现在如果有服务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做一点什么的时候，都会斤斤计较，然后也会有一些心理的觉得，是不是就是被人家欺负啦，不公平啊等等这些想法。然后对于团体里面的付出的话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觉得必要不必要的。其实这些都是每一个人他自己心中所想的啦。那真的在因为修福啊，如果是利益大众的，那我们多做一点又何妨？如果是家里人，我们能做又有什么不对？又有什么不对？那现在呢？现在的人在这个上面，比如说这个操持上面的，操持上面的这种意愿比较低，真的比较低。所以有些时候没有善因，没有善缘，然后也没有福报。那这个上面就是要发心，你并不是说啊什么都我来，什么我来啊，弄挖毛啊，做干不了的，自己觉得万谈。或者觉得，自己好像陷在一种被欺负的状态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欢喜心，然后你在做这个时候，你的心是大悲的，你的心在这里是平静的。那日就这样的时候，这个大家都会懂。我记得以前哦，这个看过很多个家庭，有些家庭啊，有些家庭现在的家庭是这样啊，都是。让孩子很专属的当个学生啊，你的工作就是好好念书就好了啊，因为要考联考了，因为要考大学了，所以碗不用洗，垃圾不用倒，被子不用叠，你只负责吃饭，有的是这样子。可是他自然养成习惯呢，他养成习惯之后，等到他考试也考完了，他不知道要洗碗，也不知道要叠被子，也不知道要倒垃圾。以前都没有擦地板，都是你擦的，为什么现在就要变我擦？他就会起这样的一个心啊。那所以哦，现在就是变成说，父母亲啊，这工作会偏限于一方，好，有一个很强，然后全包，那孩子全部不会，孩子成就之后，或是上班啊赚钱之后，他也习惯都不会。然后这个妈妈的做哪做哪港口，因为越来越老啊。手也没力了，腰酸背痛，可是孩子就觉得本来就你做我也不会啊。其实像这种教育哦，都是现代呈现的。然后好，这些孩子呢，如果有的独立出去，就是有自己新组的地方，自己新的家庭，这老母还不放心，等下还去做老干。为什么呢？去跟他啊，他们到那穿衣大条乱七八糟，那你就会心里很不平衡，说啊，我给你嘎，以前是怎么样的，你眼睛过不去，
你眼睛过不去，你就开始这衫甲摕来洗啦，涂骹甲溜溜，涂衫来扫扫，安尼做甲忝啊要死，来恁家做做一顿都无通啊食，顺便甲你害一个便当顿来吃便当吧，心里很不平衡，那就是自己过不去，真的自己过不去，因为你在过去分配工作的时候，从来他是零的嘛，他已经被保护，什么就不用，所以他习惯没有。那以前不是这样哦，以前哦，你读册哪读册哦，回来你赶快爱去饲猪，你赶快爱去切猪菜，你赶快还要烧水煮饭，还要帮弟弟妹妹洗澡。以前年代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共同把一些家事在某一个时段里做完，大家会去分摊，大的做大的的事，小的做简单的事，只要不涉及到危险就好。以后慢慢他大了的时候就承担比较重的工作，那个时候以前的社会是实质操作，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思想的想法而已，以为说、哦、思想上的想法什么事都不用做，药要吃的时候老母带你去看药，又给你贴药，又给你听药，又修修炼炼旁边都好给你倒定，甚至还嫌苦对不对？那以前不是这样啊，以前不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为什么啊，这个时代的变异啊，那很多人修行就变成虚虚假假的，因为他没有做过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可能积这个福，也不能去感受那个实质啊，为众生服务啊，这样的真的是让他上面有得到稍许的舒缓，如果疾病的话，稍许的舒缓。那这样这种是最以修行来讲啊，世尊有讲啊，好多种修福修慧的功德，探视医护他人啊，就是众生生病的时候去帮助他啊，然后帮助他身体或是他的疾病的治疗，这个功德是很大很大的。那当然这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因为这样去做吗？倒不一定，听归听啦、都想要什么样的功德最快，那种最快的方式去做，不会选择真正实质去操作，所以现在人呢执行力比较差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原来世尊感得是因为他实质利益众生。那第八个三十二相里面的第八好的相是依你言揣相，又作揣如鹿王相。这个地方讲是汩汩如鹿王之千缘，系往昔专心闻法，演说所感得之相，表一切罪障消灭之相之德。这个地方就是揣，就是汩汩知道吧？就是我们臀围旁边这边地方啊，就是这个长得很扎实圆满。那这个当然是他用动物来比拟，因为这个鹿王鹿王他这个整个样子很庄严啊，千圆又顺，然后又饱满，这是过去专心闻法演说所感得。同学，你在台下有没有专心闻法？我们现在不在介绍别人，我们现在介绍世尊，然后先介绍世尊的每一项的感得，其实都是有历史的，都是有真实操作，它不是无中生有的，它不是的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眼睛会大小眼呢？然后我们因为肩膀斜一边呢？那我们为什么会嘴巴鼻子都歪了呢？啊，我们为什么牙齿都脱落呢？对不对？当然你说老嘛，老了合理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有很多不庄严的相呢？其实也很合理呀、因为我们累生累劫没有这样真的去修为嘛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得庄严法相，所以不用问别人你想怎么这么我们一般都会责怪谁？责怪生我的人，我爸妈，你怎么给我长得这个样子？出生时候其实还可以说这是 DNA 这是你长相的问题，可是呢到慢慢的时候，你自己去修正你自己啊，它已经不是眼睛鼻子嘴巴位置的问题啊，它已经不是，它是一个内心发展出来展现出来的样子，它会自我修饰的。
那你说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，丑丑到什么程度，如果你的精神没有修，你个性很糟糕，你再长得漂亮也只是假的洋娃娃呀，假的那个样子，无法相处久了之后，就是面目上面所感受到的气息气质都不赶快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看一个修行人，他到七十岁的时候，他所感受到的是那样子的温和，那样子的豁达，那样子的开朗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分野出他的法身慧命，他这辈子的修为如何。修行人多少到某一种程度是看得出来的，是看得出来的，那这个是相由心生嘛。那当然这个地方是讲说过去世尊专心闻法，而且闻法还能演说呢，还有意愿跟人家分享，告诉别人。第九叫正立手摩七相，就垂手过膝相。这个地方讲立正的时候，站好的时候，凉水垂下，常可越膝，就近等啦，手比较长。此相信由离我慢好慧失不贪着所感得，表降服一切恶魔，哀悯魔顶众生之德。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公共场合，然后看到有一个男众，那他就是双手就是双手交叠在胸前，那你还看不出来，只是觉得他这个双手怎么这么短就弯进来。人还不矮啊，我们不是有个比例吗？你这样看会有正确。他觉得，他手怎么那么短？以为他是一个残障的人呢，残障。那等到大家起身呢，就是交通嘛，交通中，然后他起身呢去抓那个杆子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手啊，差不多我们常人的三分之二而已，所以他这个节啊很向上。人还蛮高大，就很不配呀。这放下来大概只能摸到臀部，还讲摸过膝难呢。所以这个手的长度啊，就是四肢的长度比例来讲，匀称是最好的，但世尊的手是特别长，因为他离我慢好慧是真的能给。所以世尊有很多很多经典里面讲讲要摩顶的时候啊，在阿难，比如阿难坐在那里啊。世尊要给他摩顶的时候，自然那个手伸合成，还给阿难摩顶，再收回来。意念所到，随即变化。因为你有那个心啊，好慧是能给啊。你一般来讲，什么东西不要就收回来，当然去了入了入地，是不是正常嘛？正常反应。那你如果说什么都愿意啊，好好好，要拿去啊，请用，那当然它会有运作嘛，就是这样啊，自然感得啊，这个是在讲不贪着，能够好慧施。那这里面呢，它是能够降服恶魔，哀悯魔顶众生之德啊，众生呢，它会安慰。第十叫阴藏相，又叫马阴藏相啊，这个是男根密隐于体内，如马阴或象阴之相。此相信由断除邪淫、救护部位之众生等而感得，表寿命长远，得多弟子之德。这个阴藏相啊，就是男根知道吧？哈，阳具它会就是自然的缩在体内。在外面不现，那这个是过去世尊在修行的时候断除邪淫，他没有邪淫，这个部分的不用使用，所以他慢慢的修行的时候，他自然这个上面就会隐秘的在如马阴这样子。那这个因为如果没有邪淫的话，他不会侵犯别人啊。这个上面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，他都只想要给安慰布施，所以他这没有不会侵犯别人，当然会救护啊，救护部位啊，这个当然大家就会亲近他嘛。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会邪淫的人，那基本上
身边就少了很多人了，因为太恐怖了吧，对不对？太恐怖了哦。啊，这是第十个庄严的相。第十一，课本第二十页，第十一叫深广长等相，又作深广又作深纵广等如居泥居树相原生相。这个是在讲佛身纵广，左右上下其量全等，周匝圆满，如泥居绿树。那以其常劝众生行三昧，作无畏师而感此妙相，表无上法王尊贵自在 之德。这个在讲佛的身体啊，非常的匀称。那我们一般众生没有那么匀称，就这个地方太大，也不是这个太瘦，或是说左右两边不匀称。那佛呢，他看起来就是比例很好啊，比例很好。那这个泥居绿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泥居绿树是三棵，它形状很像榕树。那这种树呢，在印度锡兰都有，它很高，10公尺到15公尺那么高的树，树叶是长的椭圆形，那 叶端有点小小的尖尖的。那这种树呢，它长了，它很浓密啊，它的根它的枝叶很繁茂，就这样很均匀的展开。展开之后，然后会从这个枝，一枝一枝的枝，还长出气根，垂下来的气根。所以这个树呢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饱满稳定。那所以佛典常用这个来比喻。那这种树呢，这种树的气根垂到地里之后，它又会长根。又会长根，就让它稳定住。那这个种子很小，这种树啊，泥居绿树的种子很小，所以佛典常用说，你有小因而感得大果报，这是在讲这种树。那世尊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常劝众生行三昧，定，要修行定，定的功夫，禅定的功夫。当你有禅定的功夫，是不是四平八稳的？那四平八稳的，所以无畏师嘛，大家看到你就不会产生很躁动。有的人哦，只要有他在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地方浮浮的，他没有定的功夫。有的人呢，他一坐上去，就稳定下来了。这几个例子给同学听。所以有一场大法会，有一场大法会哦。这信众啊，好几千人啊，好大排场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上面就有五尊呢、五尊这个法师唱诵。那看起来是很庄严的、大家都呢法相庄严，高强大喊，声音也很洪亮。可是唱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浮浮的，好像就很多心理那个。很多那种情绪没有办法平稳下来，那就是法身慧命，这法身的庄严度不够。大家就送的时候，送这个法会的进行当中，就觉得好像忧伤嘛，会生气嘛，会起嗔啊，就是很多念头会跑出来，不够宁静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是寺里的住持师父一看不对。这个不对，就马上请那个老师傅出来。这个老师傅人不高大哦，人不高大，没有比这些年轻的弥撒长辈高大，没有。老师傅六七十岁，他就出来，然后他坐中尊，声音也不会很洪亮，因为老，他叫老师傅，他声音也不是很洪亮，然后他就开始唱，就在这个里面开始唱。整个气氛就这样定下来，他整个法会开始，他虽然声音不是很洪亮，可是他在，然后这声音就发出来，那当然麦克风会传导啦，然后就开始法会进行，所有的那些乌烟瘴气都没有了，冥界众生的那种浮动啊，那种浮动不安啊，
跟每个人心里产生的东西就没有了，就慢慢稳定下来，稳定下来，稳定下来。这是怎么样？定的功夫，不是声音不声音，好听不好听，不是，是那个定的功夫，是他的得恨问题，他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他的人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震慑力，他声音出来就有这个声德，他不是世间的所谓好听不好听，那这里是从这里啊，是延展出，所以修行他在看的是你，像是这个药师佛，他有讲他的光芒啊，他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让所有这个无尽的所有众生看到他的时候，就会发起清净哎，庄严心哎。然后众生最后都可以跟他一样，为什么？他有渲染力呀、啊，渲染力呀、啊，他有渲染力，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应该要这样修，没有错。那种稳定，那种读不出来的东西，而且他讲的是所有一切众生呢，啊，自身光明照无数无边世界。那这个无数无边世界，包括六道啊，包括任何一道的众生啊。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样子的德的时候，你再怎么度也是只有你看得见的看得见，对不对？你以为的以为，所以这个就是修行之德，就在讲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。它本身戒有戒有定有智慧，才能够展现这样的稳定。从它的相状上面，它整个相状上面也看得出来。那整个威仪举止都是庄严的。这十一，第十二个叫毛上相，毛上相相不好读哈，又作毛上玄相，生毛又玄相，即佛一切法毛由头至足皆又玄，其色干清柔润。此相由行一切善法而有，能令瞻仰之众生心生欢喜，获益无量。干青就是说青色而带有含有 赤之色，安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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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就是说世尊啊，这佛的身上的毛很整体的全部都右旋，就跟我们的循环一致啊，是不是跟我们的循环一致？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转气血循环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右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它都这个很顺畅。好，那这些呢，都是一切善法，修一切善法。那看到的众生心生欢喜，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法喜。这个是在讲它的一致性。一致性只是在讲说世尊他身上的从上至下一切都是那么规矩而完整，没有的挑剔。然后第十三个，一一孔一毛身相，又作毛孔一毛相，一孔一毛不相杂乱相，就是一个毛孔身一毛，这个一一毛孔皆出微妙香气啊，其毛青琉璃色，青琉璃色当然跟种族有关系啊。如果你今天是在西方世界成佛，不是在讲西方极乐了，是在讲好，比如说你要欧洲欧美的话，他就不会写青琉璃色，他可能写金色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是他说出微妙香气，这就不容易啊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哦，就是捞瓜的有臭生命嘛，啊，哪里都有哪里的臭嘛，对不对？哪里就哪里的臭，这叫凡夫的臭，对不对？人家说那个有一些大德啊，有一些修行很好的大德，他常年哦，因为他老，那以前修行的地方啊，不像我们台湾这么热，有的地方他是一年洗一次或两次澡而已，一年洗一次或两次澡，但是他的衣服啊，以前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檀香沐浴乳啊。或是说什么东西可以这样子，没有啊，哪有这么方便啊？你一年只洗一次跟两次澡的话，你连这个皂都可能没有多大的储存哈。这些老修行者，
他们的侍者，他们整身换下来之后的衣服，在洗衣服的时候都说出檀香味，而且修行还是真的在这上面啊。我们是凡夫啊，所以我们太胖了。里面脂肪太多流出来的，酸性体质流出来是酸的，那洗单修行也不够好，身体也还没转，人家他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了，出微妙香气，啊，微妙香气就是因为他修行所感得的，那本身呢还有一些就是护法龙天，就是都是有一些菩萨护法龙天跟他在一起，只是法身大事我们看不到，所以他们本身的这些香味都不是世间的香味。啊，这些是尊重供养一切有情，教人不倦，亲近智者，扫至极次道路所感之妙相，蒙其光者，悉能消灭二十劫罪障。也就是他一毛孔会放光，为什么会放光？因为他心念里从来没有一个为己自私，什么都意愿。当我们为什么气血循环会不好？因为南无阿弥说着。在想自己的世界，然后自己的恩怨情仇。那如果说你是释放的，你这所有一切全部可以释放，都有意愿达到无量无边，你这个 身上循环毛孔是打开的，一一毛孔各放光芒，这就是佛的相光啊。佛的相光有讲到是一丈呢，佛的身光啊，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丈呢，很远呢，所以它是一个饱满的，不会说背就不发光了，不会耶。我上次有讲啊，足下放光，哪里放光，各有它不同的。那个是特殊，为了一个法会的时候召集聚集大众所放光，特别的含义，哪一道众生就看得到。那如果说我们修行人里面呢，就是会有这样啊，平静的好好的修。身上是微妙香气，没有那么多的腥臭味，